啦哒哒哒哒。喧嚣的生活需要音乐洗涤不安的灵魂，本期就为大家分享五首能令人远离烦恼忧愁的作品，一起听听看吧。 Yesterday Once More 是卡朋特乐队于1973年首唱的歌，跨越了半个世纪，至今经久不衰。这首歌曾被多国歌手以多种语言翻唱，那清新健康的旋律令人难以忘怀。 国宝级歌手，他拥有全球公认最为圣洁的嗓音，听他的歌根本不必在意歌词。这首 One by One 就是他最著名的单曲之一，简单柔情的纯洁旋律为我们洗涤尘世的浮躁，给人抚慰心灵的力量。同样是恩雅的著名单曲，旋律优美而深邃，超凡脱俗，给人无限的遐想。而这首歌却是恩雅车祸后昏迷三天三夜，得知姐姐彻夜为她祈祷后情感爆发而创作的。之声是美国电影《毕业生》的主题曲，旋律飘忽低迷，给人一种充满幻觉的诗意，细细品味令人深深沉醉。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,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.100 Miles 由美国民谣歌手 Haid West 创作，并于1961年率先发行。清新悠扬的旋律富有哲理，将在外漂泊的游子们的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几十年来，这首歌被翻唱了无数个版本，可以说是经久不衰。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